历史的接力棒，一棒接着一棒向前奔跑。人类进步事业在对时代之问的回答中，一程接着一程向前迈进。70年前，面对热战的惨痛浩劫和冷战的分裂对峙，那一代人为了维护和平、捍卫主权，给出了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历史答案。这个答案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，不仅没有褪色过时，反而焕发出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芒。